如果你有幸加入姚万啊，很长一段时间里面，你可能是一个腿部或者脚部的主播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懂。就是你可能刚加入的时候，你很长一段时间，你是一个很小的主播。哦，我以为你让我卖袜子。吓死我了！我以为就是要当脚模什么的。都无语了，就是可能不是特别大的主播，那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去坚持，然后也要去熬，能坚持得住吗？我觉得应该能坚持住吧，因为我现在其实就是一直是一个腿部，对，我其实一直是个腿部，但我心态很好，我觉得就是自己养活自己，就能在喜欢的行业里玩得开心就可以了。好，